把画作或创作文放在那个空间。因缘际会下，我们就请住那个地方的二三楼。那二三楼它的空间又还蛮大，所以就想说，那不如把喜欢的东西都放进来，等一下一个收纳盒的那种概念。所以就把咖啡喜欢的事情，咖啡也放进来。如果有一些小型的表演，应该也不错，就放进来。就刚好有一个那个台北市的那个艺穗节，它是那种类似小型的剧团。然后我很难想象在这个空间会有剧团的演出，但是它产生了就是在这个空间，然后我觉得那个也还蛮微妙的。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像歌手的表演，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把喜欢的东西通通都进来。其实我觉得应该讲任性的说，我不太会是就是明确的希望他带走什么样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可以享受他自己选择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或在那个地方可能不选自由，或许他可以认识不同的创作者，或许他那个小型的表演，但是他下个礼拜来可能是一个很正常的咖啡馆，我喜欢那种就是说让他自由去有一种探险或是寻找的感觉。然后小屋计划，我觉得它就是它会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画面，就是小时候我们是不是喜欢在厕所，搞不好大人也会啊，在厕所里面会以为连蓬头就是麦克风之类的，嗨到一个不行，但基本上它还是一样，就是很任性或很肆意的在自己的空间里做他喜欢的事情。那小屋计划已经脱离了一个可能原本想象中在一个常规的表演场所去做一些演出，所以相对的它会充满一些有趣的感觉。